来看徐丽。小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哇，徐丽呢？哦，好久好久没有出来气象爬爬够，差不多快有一个月喽。哇，这次呢一来哦，就来到海拔好高的地方啊、哦！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福寿山农场，而且现在啊，一掏出来啊呢！来来来，这里风景好美，超美的！来来，赶快带大家一块来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你看那个山景，美不美？哎，厂长啊，哎，那是什么山呐、啊？哦，那个是大雪山。大雪山，哇塞！你看看，在高山的地方啊，看出来这个景色哦、啊，就跟我们都会不一样。那个空气好棒，好棒、哦！对，超棒的空气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里海拔多高啊？2200公尺哎、欸！哦，2200公尺。哦，你看那温度多么的低啊！很冷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来看看啊，这里到底有多冷啊？哎，来哦，来哦，哦，这里啊有够冷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哈、哦，哎，这个哈、哦，在气象度嘞。我跟你讲，在那个你们的测站有没有？哎，是5度啦，哈，五度哈，咱节目里在苹果园，对不？哎，地表的温度，你看我改温度计，温度计也结霜的啦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结霜，来来来，哎，零下1.3度哎，而且你看看这个哈、哦，叶子上面啊都结了这样，哦，厚的一层霜，有没有？有够的，奇怪了。哎，厂长啊，我爬过玉山哦，我看过玉山，哎呀，玉山都没这么寒，你知不、哦？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有霜啦。哎，对啊。有霜哈、哦，噶无霜啊，差足多。不过啊，寒拢无要紧啦，我来就是要吃啦。你看，徒弟这么冷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我们这满园的蜜苹果。哇，这个苹果也太多了吧！哎，大家好吃过哦，苹果啊，你捌看过哦？哎，苹果谁当面取我顶的不？哎，厂长，今年我觉得哦，这蜜苹果有比往年多哦。哇，那个山梁哦，已经增加2到3层。有2到3层哦。哎，为什么今年好像哦，我徒弟去爬爬够啊？哎，爬到哪里的水果今年啊都是盛产哎，丰收哎。对，最主要哈，你双旦4月5月哈，一起喂几顿哈，它的授粉状况很。好，还是来咱期待一个无红胎，好、所以咱的苹果诶单苗，那苹果的品质啊，就是特别的好，特别好哦。既然特别好，当然就要吃给大家看哦。来来来，阿样的，阿样，阿样，阿样，你领到哦，儿子，哎，很妙哦，哎，咱阿样哦，你看咱哦，诶，诶，外帅哥诶，你知道？哎呀，阿样，你什么族诶？阿美，阿美族诶。阿美族不是你华莲，华莲台东。啊，你招来家哈，就是为了我们的蜜苹果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哎、欸，听说他最厉害了，你这样一看就知道啊，哪一颗哈？哎、欸，那个蜜苹果最甜，而且蜜最多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啊，这边比较红啊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是不是最好、最蜜最多的？不见得。不见得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单纯以富士的话，我们要挑红黄相间的。哦，反而是这个红黄相间的、哦，就可以看到这种。哦，哎呀，那有黄的啦，哈、哦，有黄的，啊，都有红的，这个反而是成熟度比那个红红的多。太冷了，大家，我的脑袋好像也有一点冻僵了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就是要采来吃。哎，是这样，哎，往上摘，往上摘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样子吗？来来，快给我看。得了，兄弟，你看啊，看看呢，有够红的对吧？对，好，再来富士苹果，得爱红的，还能以这个蜜腺较济，好，吃起来嘛较甜。安尼哦，哦，对，好，咱传统的讲，哦，我要开红，其实不是蜜苹果，来就才是这样。哦，来吧，切吧，来来，气泡买好来，引颈期盼，流着鼻水，我就是要吃蜜苹果。大家看，哇，你看看这个蜜苹果，真的好多。哎，阿样，你真的超厉害的。哎，真的，经过厂长啊跟阿样专业的盖小酒起波，赶快。而且呢，哎，厂长，我这样就可以吃吗？哎，当然得再加，因为哈，那你现在好吃。
无糖那是天然的迄个果皮，吼、哦、啊，伊内底的营养成分侪，啊，都有多酚。啊，人讲吼，每天吃一个苹果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病态，哈、哦，会就远离。所以天天吃一颗蜜苹果真的很棒，很好。来吃一下，嗯，嗯，哦，好甜啊、哦，那个很脆，很脆，嗯，啊，哇、哦，嗯，真好、哦，嗯。从树上摘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吃过这辈子最好吃的苹果。这真的跟你哈、哦、去果菜市场，然后去超市去水果摊，真的不搞。你只有亲自来到现场，亲自摘下这一颗苹果，你吃到那种哈、哦、经过大自然的冷冻冰箱，哦，冰冰脆脆烤起来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蜜苹果真的是超甜的，哎，这甜度很高，大概都有几度？大概都有哈，有十五度。对，还算处理好。你看啊，嗯，像咱这个蜜苹果有点微微的酸，对，哦、感觉有点像恋爱的感觉，回复到年轻的时候。真的，对，哦，啊，哇，你看，那朱莉现在已经变成牛顿的被一颗苹果打到。苹果打到、嗯、对啊，所以要体验哈、哦、当牛顿的感觉，就要到福寿山农场啊。这里是什么？我知道为什么牛顿会开窍，那个被苹果打到的时候，果然有开窍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哎，长长啊，其实哈、哦，哎，你十月份不是有开放民众采蜜苹果？哎，为什么现在说？只是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啊，因为哈，就讲咱拄啊看哈，头壳拢结霜嘛，哈、嗯。啊，即卖呢，就讲咱这个满园的苹果，咱已经采收下了，啊，无伊会去冻干，好、啊、就会影响我们的收的更品质。哎，好可惜哦，不然的话，你十月份开放采果，听讲啊，很轰动啊，因为以前福寿山已经好几年都不开放采蜜苹果啦。哎，阮较早采蜜苹果是讲爱住宿，好、哦，才会使采。苹果啊，今年咱为十月开始，好、哦，好，咱的游客哈、哦，只要进到福寿山来，嗯，那就到园区可以去采苹果。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、哦，啊，为了说大家赶快哈、哦、把苹果收成，不然哈、哦，哎、嗯，酸哈、哦、这样会冻伤啊哈、哦。大家没关系啦，你还是可以来这边买，对，对而且这边买也都是现采的，对不 对, 对？而且呢，我们福寿山如果大家来哈、哦，福寿山农场除了有你可以买这样子整盒的蜜苹果。苹果之外，哇，这个也是超夯的人气商品呢。苹果脆片哈，再来这一款啊，主力这款，一件五黄色，五红色对吧？对。阿玛迄个绿色，好、嗯，主要来说，咱这个蜜苹果脆片是有很多的品种，啊、所制造的。那有北斗、千金、金冠，哦，阿哥这个富士苹果、嗯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家开丁丁配配，阿哥有一点微酸的感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你的苹果碎片里面综合了好几种苹果，所以呢，各种它虽然是这样整个干燥起来，但是是最天然的果干，而且脆脆的在。配上我们的福寿山农场的茶，对对真的超 棒。另外呢，其实还有苹果醋，养生又健康。对对对还有就是啊，其实你可以来福寿山农场喝一杯咖啡，再加上我们的苹果派，你看里面的内馅好多好多好多。好啦，大家有没有心动？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哈！跟着淑丽的脚步啊，我们呢要赶快来喽！哎，提提喝不喝茶？都贼呢！今天哈、哦，我告诉你啊，接下来这个周休假期啊，你要赶快来都没有问题。我们来看呢，今天的一点拜五啊，哈、嗯，哦，那都啊，讲几度哈、啊？讲负一点五度，一点五度啦。哎呀，这差不多哈、哦，五度左右。